You already know who it is. 王克帝，这边是 Dallas Mavericks， 达拉斯独行侠队的球员们。那么在我右手边的就是现在非常非常当红的偶像，也是我们的王鹤棣弟弟。弟弟欢迎。Hello， Hello， 你好，你好。弟弟应该是这次应该是第二次看到你了。对。上次是名人赛，然后我也教弟弟打球，其实真的很好。我想问一下，平时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篮球训练计划？其实也没有，现在工作了过后都是有机会去打篮球就已经很不错了的那种。天赋型选手是吧？也没有。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有在校队里面训练过。那这次算是第一次参加像这种 NBA 球迷日的活动吗？对，今天是我跟 NBA 就是来参加 NBA 的东西，很开心。觉得气氛现场气氛怎么样？全部。我觉得这次会特别轻松一点，上次可能是一个比赛选手身份会有一点紧张，会怎么样？但就是过来玩，然后就享受这边的气氛，挺好的。可这次就还 OK 就好了。那其还好，没有特别喜欢的。但是我以前就会看比赛，有洛维斯基嘛，因为他在小牛已经很久了，很久了，所以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位球星的那种。对。那这样的话，我想问一下，你自己最喜欢的 NBA 球星是谁？勒布朗·詹姆斯啊。真的吗？那么有品味。一定是他，我小学六年级看他打球，看到现在，对。他从骑士到热火，再从热火回骑士，然后现在湖人，我都一直在看他。我也算一个铁杆詹迷了。对。啊，赛之后，你的很多 fans 知道你打篮球其实特别在行，那你有没有从他们的嘴里就反馈到你觉得自己在篮球方面是进步的某一方面特别有魅力？我认为一直都会去打球，所以就还好，没有说我，因为我不是突然就会打球的那一种，就是一直打球的时候，自己就会觉得自己很帅，也没有，就喜欢打球这个东西，打球会给，我觉得打球是会给男生加分的。真的，是一，我觉得它是一个挺男人的一个运动。确实，打篮球确实会让男生加分，而且女孩子会觉得会打篮球男生很帅。今天谢谢弟弟，希望你在今天可以玩得开心。好啊，谢谢。可以开始行动起来了，发布图文微博，说出你支持的这支球队的理由，你的照片，加入我们的话题词，井号 NBA 中国赛，我要上场，井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祝大家好运。